好了，请吃饭，赶快去换衣服。你是被羞怕呀？我不去。怎么不去呢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吃饭回来再讲嘛。好，停格了。你看，请问飞哥跟这位女性观众，她要跟她说什么？好，还要演一遍哦。 你们要记住，不要乱写，写自己比较好演的啊。那我是要演，我的表情。我要你。我是这种态度的人。走。哎，还很像，鼓励一下。哎，这是我的这个常常的这个表情。我要你。嗯，好，亚兰。我的答案就不一样了，我要跟你结婚，因为大家都是离婚记耶。 对啊，所以你说出乎人家意料之外啊。平常人家都说飞哥喜欢美女嘛，其实他希望有母爱的感觉，他一定是。我要跟你结婚。大佬们，天才龙虎通的单元。哎呀，这个龙虎通可能是越来越艰难了。是是是。啊，这个除了以往这个看他们有没有特别来宾，有没有扛来看我们节目，就知道里面的 NG 片段、考记忆力之外呢，这个后置小组还出去录一些这个自己设计的一些，还要有点幻想、想象力的单元。对对对。这两种都要配合在一起的话，那才能得到我们这个第一名。哎，那么助理小姐今天是，哎，今天也请了一位，哎，我们来欢迎陈玉佳小姐。哎呀。 你好，陈玉佳小姐，跟大家问候一下。飞哥好，霞哥好，现场的来宾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玉佳。哦，您的任务非常清楚吧？清楚。要把这个娃娃呢，有人答对了要送一个过去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那今天就多麻烦你了，好吧？谢谢。好。现场的来宾也要介绍一下。那么他们要关心我们的节目。 我们当然也要关心他们的动向，比方说，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歌星，他们的歌我们都要会唱，对不对？第一位介绍的是张惠妹小姐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不要你的沉默，不要你的玫瑰，只要你轻轻切切爱我一回。哎呀，好哎，哎。我只是。 不行，真的，真的啊，真的是不错，好久没看到你。好久不见。非常的想念，真是一日不见如何三秋。哎呀，我也是。真的吗？对。啊，有机会的话，啊，希望能啊，经常上我们的节目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呦，第二位啊，林佳怡小姐。哎，欢迎欢迎，嗨。飞哥好，小哥好，各位现场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吉林总台，好，我是林佳怡。 I love my city night。哎呦，哎呦，有一句也不错，因为已经上一张已经隔蛮久的时间，对，八个多月，哎，隔八个多月了，蛮久了，不错不错，请坐。那飞哥都不想念我，想啊，哎呀，希望有时间有以后有机慧能够尽量的安排这个来上我们的节目。好，我一定来，谢谢。哎呦，黄雨玲小姐，哎。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雨林的歌曲，蛮爱情调啊，蛮爱情调嘞。嗯，恭喜你生平海色。这个歌也太老了一点吧，对不对？他出道的，这还不算数啊。出道的歌曲。刚刚都唱新歌。对，尊尊尊呢？啊，我两首歌，哎，我多简单啊！哎，不错啊，满意了吧？哎，谢谢。好，请坐。啊，飞哥，你好。 你都没有说想念我啊啊！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你看自己也找麻烦了。是是是，张惠妹这么用了，还一句成语，别人也要你秀一下。一日不见如隔三，也要有成语。要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不能看她发育不太好，你就啊。对对对，缩水啊，事隔三日不见刮目相看，对不对？这也不错。哎，好，陈亚兰小姐。飞哥好，小哥好，帅康老师你好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哎，所以说你这个主持人不是我讲，我来。哎呦，几家屋，妹妹好。
연말정가 진짜 꼬베베고 고친코 고친코 베베 지자구 飞哥还记得那是第一张啊，那第一张的，第一张专辑，不是只有一张吗？哎呀，已经好几张了，现在出了第三张，哎呀，这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好，请坐，谢谢。等一下啊，那成语啊。 我会记得要、啊、风萧萧兮易水寒，<笑>请坐。谢谢。彭伟华先生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就难。KK，小哥好，飞哥好，老师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KK。哇，节目也主持的好啊，唱片出的也很好。哎，小哥，想说 KK 到底唱过什么歌曲了？我觉得可能无法代替他的这个声音，还是要他本人原声。我了一下，谢谢飞哥。那我这个也有成语啊。哎，有男生没有成语啊？哎，那就太难找到。怎么会变成有成语？好，谢谢飞哥，谢谢。接下来叫尤鸿明先生。 飞哥好，小哥好，香哥好，还有大家好，我是尤鸿明。哎，其实他的新歌打得很凶啊。哎呦，哎，来来，印象我觉得会吗？在慢慢增加当中，可是后面有一句英文的，可是我的度量没有像那个 KK 这么好，我下次再来。现在呢，把歌曲摆在一边，要考一考他们啦。现在开始了，我们今天进入这个龙虎通，先看第一段影片。好，男女在认识交往的过程中，难免会有吵架拌嘴的情况发生。 看这对男女又在闹情绪喽。哎呦，拿水杯了，我看有人要成为郭富城第二喽。影片看完了，请问影片中的这个女孩子拿起水杯后会有什么样的动作？哦，这个要有想象力的这一题。这个东西其实不难想象，我觉得这个题目出的太简单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张惠妹这边已经完成了啊。好，请张惠妹先告诉我们。喷水，然后。 那你的意思就是根本就把我们制作单位当成白痴，对啊，其实就这么很简单的一哦。李佳怡呢？我的是他本来他拿到这边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本来是要拿来喝，结果他那个位置刚好看到里面水面有虫。哦，对。哎，李琳呢？喝下去也是喝水。对，但是请对方喝下去，问他你口渴了没呀？那你口渴？我以为你靠的啊。 你口渴了没有？你喝水吧，你这。哎，雅兰，我觉得这个题目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对，我头发，他那个男的头发太乱了。哎，你搞不好，你搞不好，姐，他就杯子拿起来，好吧。帮他抹头发。因为我看过这个节目嘛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那个橡皮筋怎么可能会打到对方？一定是拿来弄袜子那个。我看过。哎呦，这个真是龙虎通啊！好，伟华，看到你就渴，我喝。 他刚刚讲这个逻辑，因为第一题嘛，这个我发觉他的影片的拍摄啊，就可以看到这是个情变的问题，所以那个男生已经有点那个女生已经气质已经开始慢慢变化，他已经把那个水喝下去以后，一定是这样子嘛，才有一个惊爆点嘛，这是第一题太重要了，对，是第一题太重要了，拍出这么普通的，对，还有拍孔啊，用尴尬，不错，好，来看看，哎，都有可能。 哎呦，原来，哎呦，没有一个人答对的，把烟灰缸的烟浇熄，哎，为了争这个烟，不要他。当然，这个结果让大家有一点失望。对啊，没有一个人答对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第二题，看一段影片。每周一字，名，么一恩敏，三声敏，瓜。 歌呜啊瓜一声瓜，那么请问这个字该念成什么呢？哦，这题是读什么音？<笑>是真的有这个字吗？当然有了。这包括现场观众大家都搞不清楚，很少看到这种字。哎，不能打 pass 啊，观众啊，哎，敏嘛，加上瓜，那很可能会变成么。哎呀，所以你们要用这种方法啊。好。 哦，黄以琳已经 OK 了，黄以琳先解释啊。我能简单吗？锣，锣，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。他，我们给他这个鼓励，是因为他勇于这样去尝试啊，并没有说答对的，并没有。碗，哎呦，这个皿应该是一个器具，对，上面摆着瓜子，那有东西，有盘子，然后上面有瓜。
那就应该是碗吧。哎呦，这个想象力真是好。不管是什么水果都好，嗯哼，芭乐怎么都可以。啊，也可以写芭乐，只要一个名字下面只要是水果的名字，都念碗，都念碗，对，都念碗，谢谢。我歌舞寡寡，有点像嘛，对不对？声音啊，像寡，因为我注音拼起来比较不好，敏瓜寡寡寡，敏瓜寡寡寡寡寡，哎，也很有可能呢、啊。啊，伟华呢？我不会写拼音啊，那我想说敏啊，装的那个瓜。然后从小就念哇，就小朋友看到哇，西瓜来了，然后就小娃娃很喜欢吃的哇，所以我就写哇，就是惊叹的意思，惊叹的意思哇，哎，尤鸿明，其实中国字是有迹可循的啦。哎呀，这个敏是摸音而敏嘛，瓜是割哇瓜嘛，把它切分开来，你看我有图示的，摸。这个敏跟挖挖接在一起是摸嘛？哎，这个有台语里面有啊，吼摸，什么语音嘛，摸。嗨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呦，谢谢，真的有这个字啊，真的有摸这个吼摸，可能他答对了。嗯，哎，我本来也想是摸，因为敏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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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摸。哦，敏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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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是已经有人写了，所以我不要跟人家一样，那就敏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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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摸，还是就变挖挖。挖挖，你也是挖，其实大家都很接近，挖挖很接近。哦，那也是跟你一样。这种东西形容呢，就是我们以前玩一种有没有竹子啊，有一个气球，还绑一个羽毛，叫。哎呀妈！啊，好像。真的就是，哎，那个玩具就叫挖。我也不太清楚，看一下。哎，原来这个字念孤，歌乌孤。是指捕鱼时所使用的大网，您猜对了吗？为什么瓜跟我的很接近？有没有接近一点的？哪有飞哥讲的那个一个羽毛的？最烂的就是螺。还有螺，这题严格上讲有两个人答对，乌嘛，摸没有对，摸没有，割乌的有，还有这个装这个东西，好吧，这个不能送很漂亮。好，陈小姐，来。接下来再看下一题。忙碌的工商社会，脚步快得令人无法喘息，所以上班族在选择用餐场所时也是门大的学问。商业午餐的供应不仅提供了上班族用餐的场所，更多了一处聊天休憩的地方。今天的题目就发生在这家餐厅。欢迎光临。今日客餐的葱爆牛肉，好，谢谢。谢谢您。哎，先生，请等一下。请问服务生为什么叫客人等一下？这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好，男生已经好了，这一次从彭伟华先说说看了。哎，先生，这杯水不是你的。那有的时候哇，是客人水拿起来一看，这一杯两杯都喝了一半，这个到了这边再摆回去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啊，尤鸿明那个呢？其实这个很明显的，那个杯子其实是装花的，一般来讲都会放一朵玫瑰花在上面。就花被客人呛走了，对，或者是已经凋谢了，然后他把它拿来喝，哎，赶快制止他。啊，先生等一下。对，那跟我刚刚看到你一开始写的是。花瓶的水一两个答案一样，对。那第二个可能是公杯吧，就是那个服务生不是都会，他们又不是喝酒，还有公杯啊？有啊，那个水，那个餐厅不是服务生都会先拿一个大的水杯，然后就再去倒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他拿大的杯子，对，大就去倒，结果那个人他客人直接拿那么大的杯子喝，哦，那当然那怎么办？那是公杯，你确定公杯啊？对，就叫公杯啊。哦，对，你确定是哪一题啊？可不可以两个？不行不行，不可以，因为我本来还有另外一个答案。对，你先生没有葱爆牛肉咯。哎，对呀，就两个答案，就硬是没有人写没葱爆牛肉。林佳怡，
葱爆牛肉卖完了。哎，因为大家都一定，他们做单位很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故意，就故意放了一个水在那，那大家就会焦点全部在那个水上面。其实是服务生走进去以后，人家跟他讲葱爆牛肉没有了，赶快叫他换别的。哎，他就先生。葱爆牛肉卖完了，你要不要点别的？我觉得说对对对，林佳怡就是聪明，因为我们怎么就这么简单看了就是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嗯、其实他跑回来讲，先生葱爆牛肉泡完了，哎，不是卖完了，泡完了，泡完了，泡面。哎呀，好，黄雨玲，跟林佳怡一样，嗯，就是餐用完了嘛。嗯，我也是，花瓶的水，哎，答案啊，来看一看，看看哦。为什么要等一下？对不起，这是插花用，这才是您的水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呦，啊，对了，哎呀，好几个，一个张惠妹，张惠妹一个，黄雨玲没有。黄雨玲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零分。接下来看下面一题。市长要请吃饭。还不赶快去换衣服啊！我今天不去啊。哦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跟你换。我要跟你换。啊，回去回去。你不是常看这个单元吗？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。有什么事情？吃完饭回来再说呀。不行，现在要讲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跟你离婚。好，那你呢？是的，今天晚上要请吃饭，赶快去换衣服。你是不是小拍？我不去。怎么不去呢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吃饭回来再讲嘛。好，停格了。你看，请问飞哥跟这位女性观众，他要跟他说什么？还要演一遍呢，你们要记住，不要乱写，写自己比较好演的啊。好，先从张惠妹开始。那我是要演，要演我的表情。我要你。我是这种态度的人。走。哎，还很像，鼓励一下嘿。这是我的这个常常的这个表情，要你。嗯。哦。就是。直接用演的好不好？好，演，就是飞哥不想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飞哥，我要站在这边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嗯，你就是说，哎，身上有没有钱借一下当胖马球苏吉呢？哎，对，这个我常常出现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胖马球苏吉嘛，先就我不会讲台语，就先拿来一下，先垫一下，先拿一下，对我先去还钱再说。哎，也有可能，不错，类似这样，谢谢。如果飞哥的话呢，他可能不太想去，他又不太敢直接说，不想直接说了，然后就说啊，我突然想跑厕所，肚子痛。好，好，雅兰，我的答案就不一样了，我要跟你结婚，因为这个是离婚季耶。对啊，所以你说出乎人家意料之外啊。哎，平常人家都说飞哥喜欢美女嘛，其实他希望有母爱的感觉，他希望那种。不一样的，看病试试。我要跟你结婚。好，好 ，K K， 这个应该是没有那么单纯，就回他说什么？你叫我说我就说吗？我不说。嗨，他不说了，有可能，很可能哎。嗯，我觉得因为那个观众他太有个性了，就是他那种个性，如果说这个飞哥。直接跟他讲离婚的话，他就离就离嘛。那飞哥多没面子啊！对，飞哥，我答案跟亚兰是一样的。哎，我要跟你结婚，刚好反过来，刚好反过来。奇怪，我自己演的我都忘掉了。飞哥，对，我就是想问飞哥自己记不记得他的演什么？这真的忘掉。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吃完回来再讲嘛。我想跟你结婚。答对两人，哎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影片。妈妈，你放在头上，手撑着。哎呀，撑着了。那我也撑着了。啊？假设这是云呢？啊，云要累积，请放到头上，我帮你倒。好，来。
好，那我也倒一点，再倒一点。哎，来，好，而后呢？而后嘞？峰回路转，你向右转，我向左转。哦，哎，试一次啊！好，转回来，水就不见了，旱灾就来了。真的这样？来一次。请问这个喜欢卖弄魔术的黄安，这次会用什么方式把水变不见？张惠妹开始了，就是她一转身，然后就把头上的水就喝掉了。喝掉了。那嘉怡呢？那我是不是把水喝掉？而且我们俩居然写的方式还一模一样。哎呦，也是把水喝掉。哎，这次我有机会了，飞哥。哎，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不一样。哎，眼睛闭起来，水都不见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这位观众朋友，你误会我们的意思了。我觉得黄安他绝对不会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，他把那个水喝下去，那就没意思了嘛。来，我的解释是那个他杯子本来就有破洞，有没有？他把它按住，加水，对不对？然后转一个圈的时候往后流掉啦。哎呀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吧。来，是 yes no。来，哦啊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我的水没有了。这是趁转圈时把水喝掉了。哎呦，这一题答对的人多了。K K， 我还是有坚持下去，我现在还没。K K， 我眼睛闭起来都看不到我们。结果 K K， 怎么一题都没答对？最多的是谁？陈雅兰。陈雅兰小姐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位陈小姐。谢谢。好，本周龙虎冲，非常恭喜，非常关心我们节目的陈雅兰呢，终于呢最了解我们节目的细节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继续让我们的龙兄虎弟。